出锅的爆汁鸡腿卷又来了。好吃的原味儿，是这道家的，这个是原味的，那这是黑胡椒的，两种口味。去骨鸡腿肉，煎了好久还爆汁呢。里面是鸡肉，外面是鸡皮和鸡腿肉，是不够。吃麻辣拌，先来个炸蛋。好吃的椒麻口味，麻麻辣辣的，好好吃。它本身没有这么辣，我自己又放了一些油和辣的。我今天吃的就是这个椒麻口味的麻辣拌，还有酸甜口味的，还有秘制口味的，三种口味啊。麻辣拌里面有芝麻酱，里面有三包，你喜欢吃麻酱多一点就多放一点，我三包都放进去了。只需要把喜欢